全民制作人们好，我是来自迈瑞娱乐的九个月练习生李希侃。至于我长什么样呢？差不多就是这个字了吧。我的脸小，然后嘴小，鼻子也挺小的。但是有一点其实让我挺伤心的，就是我的眼睛也很小。基本上这样一笑起来他就看不见了，所以挺难受的。你们看我的脸是不是占地面积确实挺小的。除此以外呢，我的生活圈子也挺小的。除了在家睡觉的话，我基本上就喜欢跑到练习室去。我脾气也挺小的，其实这点是温柔吧。然后我的心愿也挺小的，就想要好好努力，然后被你们发现。然后我的心眼也很小，只装得下练习和你们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希侃。然后我要下去了。太累了吧，谁想出来的？我再下去一会儿。算了，那样说话真的不方便。然后我要下去了。然后就请多多为我投票，请爱我，谢谢。행복으로 돌아